庆设计师，多年来秉持着不留成见，回归原点，细心聆听每个客户的需求与想法，相信美会影响人的情绪，唯有将空间的情绪表达到最好，对居住当中的人就是最好的帮助。整体空间以纯净无瑕的白底搭配沉稳的自然木皮与大理石纹色系的展示收纳柜体，构成清爽舒缓的风景。主卧曲面的木皮天花板打造小木屋度假的快意感受，跳色沙发后以石纹与木纹拼接，以天然质地下刻画休憩的旅行氛围。大面落地更衣室更满足女主人的渴望。戴雅清设计师因应格局条件，善用材质、色彩与家具的搭配，调和空间温度，打造内敛且韵味十足的美好居宅。